你叫什么啊？你怎么不穿衣服啊？搞得我好害羞哦。这种家本来就不用穿衣服啊。你要叫什么啊？你这个变态，还敢问我叫什么？我是不会把我的名字告诉你的。谁想要知道你的名字啊？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你这种浑身都是毛的鸡呀。哇塞，你的毛还真的是有够多的啊。什么？你还想要抱紧我？你走开啦！小姐，你别这样子好吗？我先去拿件衣服给你穿上去。救命啊！有变态啊！鸡小姐，我不用穿衣服的啦。今天的小剧场就演到这里喽，感谢风铃团长赞助演出喽。喜欢请按赞订阅啦，我们下次见啦，大家拜拜。